欢迎收听指北针，我是跟你一起指方向找故事美好人生的故事超人诗慧，很会阅人超能。大家一听到双变头就知道呢，诗慧又来到我们礼拜二的节目当中，因为太多人喜欢我了，就多来一点对啊，以后我一定要把诗慧 一直找上来哦，因为诗慧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认真，真的像今天的题目他研究了好几天哦，他那个能够研究到专业的东西已经超乎我想象哦。那今天我们来研究哪一些比较专业的题目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念这个头衔全衔还蛮长的哦，我来念一遍哦，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哦，就台大医院然后新竹台大分院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外科主治医师林浩玉林医师来到我们现场，请林医师先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浩玉医师，那今天很高兴来到瑞仁哥的节目，指北针节目，对，还有我们诗慧姐的节目，对，诗慧姐姐好，诗慧姐姐好、好像妈某某 TV 那个什么姐一样好可爱。好，今天很开心哦，因为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你看哦，这是外科主治医师哦。哎，我们之前有 邀请过的是内科，来考一下诗慧，泌尿科我们邀请过哪些医师？翔哥、还有嘞，就这个跟这个啊，还有云林哦，黄瑞仁，他又就是要我讲黄瑞仁院长啦、因为他也叫黄瑞仁，黄院长是内科，是尤其是心脏内科。心脏内科，我们今天是算是我们的节目以来第一次是属于外科，外科是属于要动手术，要进，就是大家看那个 Netflix 追剧，我都很喜欢看医生职人剧，所以我很今天很兴奋要来访问一个外科医师、好，那我先请教这个，先请医师哦，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就是说你现在在这个新竹台大分院啊，你是属于哪样子的业务范围？你主要的那个医疗的范围会是哪些？林医师是，那现在在新竹医院主要的医疗工作是做小儿外科的服务。那最近大概大家也有知道，我们新竹医院也有在做肾脏移植的手术。那我也刚好是肾脏移植团队的其中一员。那今天也是因为肾脏移植的这个主题前来接受瑞仁哥的访问。太棒了，你看我们一开始医师就是果然有效率，我们直接要今天要大家要谈的就是叫做肾脏移植。你有没有发觉到今天听到这个林医生在说，突然觉得新竹人很幸福，原来在新竹我们也可以有做肾脏移植，不是要去台北哦。而且我先告诉你、我们之前不是让大家访问到让大家都觉得去云林分院就是的医师都很有爱心吗？对，这林医师也是从之前来新竹之前也在云林也待过哦，好像也很多年，现在只要到云林分院待过的医师，我们就直接贴一个爱心在上面，对，都很棒，因为能够到偏乡，因为医师其实自己算是 家里在台北了，然后可是呢他其实通勤在这边工作呢，新竹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很幸运、他以前还通行到云林，2012年的时候没有啦，到云林就住那边了吧，对，在云林那时候高铁还没有盖好所以我大部分都是住在云林，那孩子跟老婆是在台北、对，所以这时候就、那时候是的确对不起太太哦，不会啊，黄瑞仁医生院长也是这样子啊，可是对不起的话最后小孩跟太太都很好，我跟你讲，因为医生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利他的精神，对，我刚才在听医师在念那个什么伦理道德，医学伦理、他先跟我讲那个医学伦理这件事，我好喜欢，对对对，我们等一下会有来谈这一块、好，那我们就很快的来到这个主题啦，肾是一个人，好，我们先让大家科普一下好了，肾在人的这个健康里面它扮演什么角色，医师先跟我们科普一下，因为这边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在听哦，来跟小朋友讲一下，但是我是妈妈也很想知道对，好， 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肾脏的功能，其实在我们人体来说简单就是排毒、那因为我们会人会有吃了很多食物嘛，然后有喝，每天都会喝水，那喝一些饮料，那我们肾脏就是主要把身体代谢产生的一些废物跟毒素排出来，那如果当肾脏功能变差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些毒素会累积在身体里面，那造成我们人体不舒服，那当肾功能真的低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之后，就会产生所谓尿毒的症状、尿毒，对，就会变成你整个人会
身体会很差很差。那尿毒现象发生，我身体怎么样可以看出我得了尿毒，可能肾不好了？就如果还没就医之前，有哪些症状？对，哪些症状可以让我们先知道一下？通常简单的情况，其实最开始肾脏功能变差是不太会有什么症状。Oh. 对，要低到某一个程度以下才会觉得开始，怎么开始好像有脚水肿啊，然后小便有很多泡泡啊， oh. 就是所谓蛋白尿变多，那就是表示肾脏已经开始负荷不了了。意思我有问题，我以前有结石，那个也算吧？肾结石吗？对，结石这个其实可能现代人多少都会出现结石，但是结石一开始小颗的话，其实多喝水就可以排掉出来。对，那一次我就是自己排掉了。对，对，所以它还不算影响到肾功能嘛？对 ，OK OK。那刚才你说那个泡泡这件事情啊，为什么会有泡泡？是蛋白质跑到尿里面去了吗？对，原则上，尿中的蛋白质它应该是几乎是非常低的。但是当你的肾丝球开始出现病变或是肾功能不良的时候，那个蛋白质就会没有办法回收，那就开始从尿中流失。哦，所以肾丝球的过滤要够好，是过滤毒素的部分吗？还是原则上它的功能是就是让毒素离开身体，然后像一些电解质跟蛋白质要 留下来，保留下来。感觉肾丝球的过滤不好跟尿尿泡很有很大的关系。对，因为就有传言说有时候尿尿的时候看一个人的健康嘛，颜色啊，或者是有人说泡泡啊，对啊，所以看起来还真的是有那么一点关系。对，那如果小便变得越来越少也是有问题的。哦，当我们尿便变得很少， 那身体体重越来越重，脚水肿，那这个赶快要去就医检查。我跟你们讲，我拍过那个竹科污水处理厂，我现在都觉得肾就很像那个污水处理厂。因为污水它其实是把那个脏东西过滤掉，然后把那个水干净的水排到，因为污水处理厂是处理的水到最后是排回大自然去的，它有很高的标准，那中间有一些什么污泥啊什么，它就要还有一些毒素它就清理掉。我突然觉得好像对，如果没有办法把 身体的毒素排掉，就肾有问题。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台湾之光是台积电吗？我们的尿毒素也是台湾之光。真的？全世界第一？真的吗？你不要乱讲，我跟医师求证一下。真的啊，医师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常常在讲那个半导体是台湾之光，台积电嘛，突然觉得台湾的好像洗肾人口是世界第一嘛。这个倒蛮常听到很多人洗肾。是真的吗？对，因为我们其实台湾的医疗先进，那以前所谓肾脏衰竭洗肾要等于是会倾家荡产啊。那但是现在因为健保的关系，支持了这些洗肾的病友可以平安的就是继续存活下来。所以我先衔接，因为我们智慧常常会跳很快，所以是肾有状况的时候，肾衰竭的时候，下一步就是要肾的医疗处理，就是进到洗肾嘛。对，如果是肾毒素累积过高，先暂时洗肾，那看有没有机会让肾功能稍微恢复。但暂时洗肾，所以洗肾不是一洗就要一辈子，要看他的状况。他还会洗到不用洗哦？我们通常洗干净就不用洗？不一定啊，听说要洗一辈子，我不知道。我们不要乱问啊，医师快被我们搞疯了。对，因为急性肾衰竭的原因就是看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是感染啊、败血症突然造成的急性肾衰竭，那可能洗肾只是暂时的。当你的根本的原因改善之后，你的肾功能有机会会恢复。哦，那如果是像一些慢性病，如果最多台湾就是糖尿病，糖尿病造成的肾衰竭可能就没有办法恢复，那他可能洗了之后就可能要继续洗下去。啊，这个我要小心呢。请问一下，帮你问一下，你有？你又要帮我？没有啦，糖尿病好像是男生，因为我们这种体重比较那个多一点的，好像都有机会。对对对，那请问一下，糖尿病的人几%会到肾衰竭这个地步？糖尿病如果他是控制血糖控制的好的话，其实会进展到肾衰竭的机会不大。那原则上就是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然后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那这时候就很可能就是需要长期洗肾。那我这样讲对不对？不好意思。所以概念上也是糖尿病也是因为肾没有办法去过滤掉那些 太厚重的负担，所以也是对肾也是有可能衰竭。因为糖尿病引起肾脏衰竭，它是
一个慢性的发炎，那造成肾脏的、实质 变不好。 OK OK 好，你刚才讲过什么？因为我爸爸有糖尿病，而且他是算很严重的、但是他都一直不承认他的尿尿泡是肾衰竭，所以也不一定啊，糖尿病如果控制的好的话，他有尿尿泡啊。因为我刚才讲的是关心父亲就会多摄取一下这类的知识、可是呢其实也不一定有尿尿泡就是要去洗肾这件事情。就是都还不是，就是还是要不会影响判断，应该不会影响日常生活，其实就 OK 对不对？对，其实我们因为现在生活物质都非常好，大家吃得好、然后饮料也喝得多，那其实这些都是不知不觉就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怪不得我刚才医师一来，我说医师我们有茶咖啡跟水要喝什么，他自己就拿了他的水手、我就发现医师自己以身作则、有，因为我听说每天要喝很多水对不对？对，至少我们健康的人一天要喝1500到2000cc 的水、这是比较好，对肾脏也有帮助。 那喝多少水可以让我避免有肾脏病是最好的呢？医生你觉得？我觉得就是一般我们讲开水啦，大概 1500cc 到 2000cc 一天。要记得哦，是开水哦，不是 Coco， 不是 Coco， 你那个 700cc 买两杯，那个就额外再加，那不一样，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就白开水就大概 2000cc， 就大家记好这样子。上次我们访问黄贤祥医师的时候，我们有得到一个结论，你还记得吗？叫做我那时候概略上得到一个结论啦，就是说你只要有进入洗手间，出来就要走进茶水间。简单来讲、有排就有路，让身体维持一个正常循环。 对，你看我都有认真听，对，认真。好，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子、好，肾衰竭假设已经进到这个被医生诊断肾衰竭，那目前医学上的话有哪一些处理的手法？如果已经进展到肾衰竭，治疗的方式可以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洗肾。那我们俗称洗肾呢，其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血液透析、利用就是血液透析的方式把那些毒素洗出来、那第二个是腹膜透析。那腹膜透析就是用要做一个腹膜透析导管，那利用腹腔里面的液体呢把这些毒素洗出来。那如果讲效率比较好，当然是血液透析比较好。血液透析是我们平常常在看洗肾中心，然后血液就出来，然后那个盘转就回去那一套嘛。 对，那一般的话血液透析就是一天一个礼拜要洗三次，一个礼拜洗三次。对，请问一下，洗肾的人是平常尿尿尿不出来，都要靠洗肾，因为一个礼拜洗要三次，两天要洗一次。对，就是已经他几乎没有什么尿了。所以排尿功能已经严重影响。那我膀胱有尿的时候，我们会很紧，会很想上厕所，他这种感觉也没有了吗？对，久了就已经很久没有尿不多，大概可能一次就50cc。那如果爆炸，就是你知道？不是他，因为他没有。他造成肾脏负担，他没有排尿出来、是这样，已经不会排尿了，肾脏已经休工了、就是他的过滤尿液的功能已经没有了，所以都是靠简单来讲，我们的尿液是由肾脏那边产出，就像我刚才讲污水厂就全部过滤完之后要排出来、结果东西全部挤在污水厂或者是之前前头，对，那个概念嘛。对，那样很危险、所以有些病人其实已经肾脏末期，但是他不洗肾，就变成他的体重越来越重，然后所有吃东西啊、喝的水全部都积在身体，因为你不排出去就回到身体里面。对， 就变成水肿的状态嘛。对，那水肿就是成了肺水肿啊，然后脚水肿，那很严重的时候就会昏迷，因为毒素实在太高了。因为那个水其实不是干净的水，里面是要含有毒的水，就像说新竹科学园区排出来的废水没有污水厂处理，它就积在各家的工厂，所以台积电就没有办法护国、你知道吗？因为它的水它就毒的，然后里面的人喝的也是毒水。这样可是有肾这样的人他还是可以上大号对不对？可以，但没有办法尿尿，但食欲会变很差，因为尿毒的关系他会吃不下。吃不下嘛。对，所以进去的少出去也少。对，这样最后只能面向死亡，如果真的不去洗肾的话。对啊，台湾洗肾的那个台湾洗肾现在人口大概有多少？因为医师有一个公开的资料可以跟大家分享。对，目前的话根据报章媒体的报道，台湾洗肾人数已经超过9万人。9万？对，9万，可能快逼近10万了。那台湾有多少是肾有问题的人口大概？慢性肾病
慢性肾病的病人应该是超过90%以上，但是洗肾的表示已经是肾功能回不来了，这快 10%， 就台湾才1200、1300，就洗肾真的很多。那我想我真的搞不懂，我们台湾也很人很重视健康啊，那为什么台湾洗肾人口会是全世界第一呢？我们 COCO 太多了哦，是手摇饮，可是好像还没有手摇饮这么多。没有啦，我不是怪他们啦，因为这个是让你自己控制的。是喝吃太多糖，手摇饮真的会造成肾脏病。我叫我小孩不要吃太多。这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台湾这么多洗肾人？因为洗肾人口的相关会有很多共病啦，那最多就是糖尿病跟高血压，其实也就是代谢症候群。那糖尿病洗肾病人在90,000人里面，大概有45%左右是糖尿病控制不良引起的。台湾为什么那么会得糖尿病？我们是台湾喜欢爱吃什么？是因为我们水果太甜，水果太好吃？ 是因为到底是什么食物造成会有糖尿病？台湾是一个美食王国，我觉得饮食应该是一个很主要的，应该是现在一个蛮重要的。但是会吃没有关系，你只要会运动，对啊，会多喝水。喝 COCO 没关系，认真喝，但是你要认真运动，因为 COCO 一瓶要750cc， 但是你要喝 750cc 的白开水把它排掉了，对，你要稀释它啦，嗯，对啦。我觉得现在可能包括我们的小朋友是不是都很爱喝这些含糖饮料，我女儿每天都一瓶回来，然后我说你怎么今天又一杯蒸奶，她说老师请的，就是现在学校啊或是补习班小孩子每天，我家对面就是 COCO 啊，不要说 COCO，我家对面一排五六间哦，对，麻古什么一堆，饮料可以喝，但是水一定要喝。对啊，那这个是重点，白开水一定要喝。对对，嗯，就是要提醒小朋友，我们自己都有小朋友，你要喝这个可以，可是你水，像我每天早上起床一定是一杯，至少350，然后，直接喝下去。对，然后就是据说水可以让身体什么什么醒来之类的，所以其实饮食的均衡很重要。嗯，那现在问题是这样子啊。台湾有90,000多人这个洗肾的人口，然后刚才讲说就是有这个血液透析跟腹膜透析，对，那可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因为医师刚才还没介绍完，就是治疗这个肾衰竭还有其他的方法？对，那其实肾脏移植是治疗肾衰竭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洗肾假设腹膜透析的话，你就是要24小时有一个腹膜透析在灌流，嗯，那血液透析变成一个礼拜要有3天去洗肾，嗯，这样其实造成生活上还是有频率很高，那很痛苦 啊。对，那如果洗肾的病人要出国也很麻烦。对啊，那怎么出国？我们台湾洗肾洗到那个洗肾医院都上市上柜了，股价还很高。你可以知道台湾，只要台湾人洗肾越多，那个这家公司股价就越高。不愧是财经作家，哦，这个都很认真研究这个产业。确实啊，我们看到现在，嗯，这个洗肾中心也到处都是。可是刚才医师提了一个方法，听起来就是换一颗肾的感觉嘛，因为叫做肾脏移植嘛，嗯，来，我们针对肾脏移植型医师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中间就是因为听说不是我想象那个换一颗肾的概念。嗯，那我们原本的两颗肾脏萎缩之后呢，就没有办法进行排毒排尿的功能，所以必须要有替代的方法。血液透析跟腹膜透析是替代的方法，那第三种方式就是肾脏移植，就是要一颗好的肾种到你的身体上，那取代原本肾脏的功能，让它恢复排尿排毒。所以那这概念是怎样？我要找一个适合我的肾脏，换掉原本的肾脏吗？原本的肾脏可能会萎缩，就让它留着就好了。哦，就不把它咔嚓，对，就留着，对，就和平共存，让它留着。那新的肾脏要放在哪里？它有位置吗？新的肾脏我们会放在原则上是左下腹或右下腹的肚子里面。哦，肚子还有空间哦，我们人。哎，肾大概多大？一个手拳头。肾大概差不多一个拳头大一点点。嗯，跟子宫一样哎。嗯，子宫也差不多一个拳头。那肾脏我们要重新接肾脏的血管，肾动脉、肾静脉还有输尿管都会重新接到病人的身上。所以你是把原本比如说那个已经萎缩的肾脏，然后那个管线全部都拉出来，另外再拉吗？再接出来？原本的都不动。原本不动，对，那我们只要把新的肾脏让它有动脉静脉接到病人的身上，然后还有输尿管，就是
肾脏制造的尿液接到膀胱，输入跟输出嘛，输入就是动脉。你要不要想到艾瑞克啊？不是瓦基的输入输出是这样。我们在想知识输入输出，对呀、啊，我感觉你刚好要想到瓦基的感觉，因为那个血液就是进到肾脏嘛，输入嘛，然后经过这个污水厂处理完了、啊、再输出嘛，输出就是干净的血液嘛。那不要的就变成尿液排出来嘛，所以一定要这三条管线嘛。对对，你用我学工程的概念，我就很容易懂了。因为他最近一直在说输入输出知识，可是刚好可以用到这里。我们下次来研究啊，知识输入之后，搞不好也要排除一些毒素，变成对。我们下次来研究这个。那我们今天会回到医学上哈，所以说那一颗从病人从这个捐赠者移过来的肾脏，它会放在肚子里面，就等于是取代了原本的这个。血液的这个原本肾脏的功能，对 ，OK， 那这个时候就会回到肾脏移植了。那到底哪些人适合受赠，哪些人适合捐赠？各位医师跟我们讲一下。好，那我们分开来讲好了。就是受赠者呢，受赠者基本上是没有年纪的限制哦。对，受赠者基本上，年纪不是问题，但我们会先评估。的意思，可是年纪太大，不是不适合开手。也许我快进入肾衰竭，然后我他说我大爱捐赠嘛，一个是大，一个是亲人。对，这现在讲的是受赠嘛，因为我讲是说你已经肾衰竭了，那真的完全没有年龄限制。比如说年纪很大，那种80岁以上，你们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吗？那其实我们会评估说，这个肾脏如果种到病人身上，他可以，病人会不会因为其他的问题而过世，或者是？死亡，那基本上就是最担心是癌症哦，因为年纪大的病人如果有癌症病史，或者是说有很高血压、糖尿病也是控制不良，那这时候我们要帮他做移植就会比较谨慎哦，因为你把他移植一个健康的进来，结果又因为肾的那个癌症的移转，或者是原本的病变。就结果这个肾又衰竭，就等于是做白工。对，他这样很有道理。所以我得到一颗肾，我这个人啊本身也要是健康，这样他才可以活得久。因为一颗肾你说可以活很久，至少10年保固期嘛。对，所以这个人至少要活可以10年以上，你才会让他接受一颗新的肾，才有 CP 值，才够，才有经济价值、啊。移植一个肾，你说一颗肾，医生刚好告诉我们要等10年嘛？对。对啊，那刚才四位姐姐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受赠者必须是相对健康的，一定要，对，虽然他在洗肾，但其他的共病要控制的好，而且不能有就是一些酗酒啦、抽烟啦这些问题，等于是你要接受移植要有一个好的体质，相对好的体质，感觉给年轻人比较好，因为他是台湾未来的希望。你们会这样吗？因为那你说一颗肾有8317个人在等，那台湾目前大案捐91，那你会去选？比如说，好有91颗肾好了。刚刚赤伟讲的数字是补充说明，是目前大约有8000多个人在等，对，等一颗健康的肾脏的移植。对，那如果是这样，你会怎么去挑选可以接受这颗肾的人？你会去挑选年轻人吗？你怎么挑选呢？移植前的话，他会看你等待的时间，要排队啊，这要挂号的啊。哦，第一个是时间，我只是想知道 priority， 要抽号码牌、啊。OK， 时间呢？对，第一个是等待时间，总有先来后到嘛。对，那我先稍微说明一下，我们现在刚才讲有90000人是已经在洗肾了。对，那其中呢，有目前登记有案的，就是在财团法人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上面已经有登记要换肾的有8317人。对，那这些人里面又有不同的血型、对，还有不同的年龄。那我们分配的原则呢，它是有一个计分表。如果你的计分表在前面的，那如果有大爱捐赠的时候，你就会优先得到机会。对，医师，我们补充说明一下，什么叫大爱捐赠？什么样状况底下叫大爱捐赠？好，那我们刚刚讲肾脏的来源呢，就是有两种来源，一个是就是脑死大爱捐赠，那一种是活体捐赠。嗯，那目前台湾的法规规定呢，活体捐赠必须是要有5等亲以内的亲属或者是配偶。5等亲到哪里啊？
我也不晓得那惨的。像哦，我跟黄瑞颖这叫朋友，就连无不等亲。没有啦，嗯，那我如果跟他家是亲家公、亲家母也不算吗？都没有血缘关系。我不知道无等亲到底怎么样叫无等亲，请医生帮我们解释一下，这到底我可以求一颗肾到哪一个亲戚？最近的就是我们直属嘛，对，就第一等嘛，直系血亲或者是父母或者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这叫一等亲。对，然后那可能无等亲的算法就是民法依照民法的规定。这时候社工我们都请社工帮我们算，这样很难算哎，五等亲感觉好像可以很广哎，对啊，但是一定是血缘关系嘛，对不对？对对，就像说 我开个玩笑啦，就是我们如果是只是姻亲关系就不是嘛。去找黄瑞仁院长有可能，因为你不姓黄。不一定哦，不一定你们有亲人关系。请问一下，你刚才说那个计分表啊，可以 得到肾，你说有8000多个人要计分，那计分表里面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是等的时间嘛，然后还有时间有差，然后它是算 point 的，就是你等的时间跟你的年纪啊，然后血型，但是其实是看捐的人，看大爱要同血型就对了，原则上大爱的是要同血型。嗯，对，那个计分表有一个计算公式，不过我是没有特别去背啦，它在卫福部的在弃捐中心的网站是已经有设定好的，最好是健康一点就对了。OK， 好，所以说按照这个评估过了之后，就是刚才讲大爱捐赠嘛，然后还有一个无等亲的捐赠，那这个其实都是要经过医师这边经过一个评分表确认可以就是捐赠过来。嗯哼，对嘛。 好，那我这样接下来就是假设这样就移植完成了，那我很好奇，那移植完成之后这个受赠者他是很快可以恢复呢，还是他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还是要经过，比如说他原本都在洗肾，他移植完过来之后，那假设这个手术都成功，是，受赠者如果接受肾脏，其实手术当下就会开始有排尿了，他的膀胱就开始会有尿就马上正常运作，就马上会有，好久没有排尿的感觉了，他一定很开心哎、欸，对啊，他说以前都尿都尿不出来，都没有排尿的感觉，突然有排尿的感觉，我跟你讲那个感觉我有，会哭哦，医师一定知道，就是。像我们结石就是那个感觉，怎样就是会堵住，嗯哼，就是你有尿意可是排不出来，嗯，哦，那很痛苦。 我那个可能跟肾衰竭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是堵住了，嗯，水管堵住了那个感觉，可是我知道那个非常痛苦。 对，嗯，对，那当下如果我要喝水了，如果好的状况就是马上会有尿意，而且尿越多我们会越高兴，所以你是这样，是手术完，对啊，医生看到人家尿尿还 高兴，哎，这句话有多表示这个手术多感动，很成功的，水管通了啊。可是医生看到别人尿尿越多，他越高兴，这是金句，今天的金句，这好医生啊，道德伦理很好。我已经开始想，我今天不要怎么下了。没有，你今天要想什么，你知道吗？你要每天把自己尿尿尿很多，看他自己尿很多要很开心，跟大家讲，开心，对自己可以尿很多是很开心。我好想哭哦。对啊，那其实我们讲活体移植的预后是会比大爱捐赠来得好，因为活体移植给你的 donor， 我们讲捐赠者就是一个健康的人，健康的，对对。那大爱的话是配对的结果，其实是不能选的哦。okay，没有，比较不能选择，就是你如果错过这次机会大爱的话，你可能要再等10年。那个大爱捐赠是不是有个电脑资料库，他会知道，因为不然靠人工就很难选嘛。对，他是用电脑计分 比出来的 priority，所以是一个全国统一的系统，就是大家都可以去使用这个资料库就对了。在这个登录人里面，有登录的人去 match 跟这个，大爱捐赠的人所以一旦 match 到就会叮咚就通知你，就到电话，半夜会接到电话说，因为那个就很紧急，开心哦，因为 你,、啊，你脑死他好像要几个小时之内要器官就要完成这个移植手术，对，对，所以是很紧急的。请问一下肾移植的成功率是多少？因为你说台北有1700多例的嘛，那请问一下它成功率是多少？台北目前大概累计将近1500例的移植，你讲台北是台大医院的部分，台大、嗯，对，那移植成功率我们讲说种上去的肾成功率大概是可以到80%以上。那还对。 那我想再问一个更直接，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要洗肾的人，你觉得继续洗肾比较好还是做肾移植比较好？因为我可能会左右不定，因为有2%的失败率啊。对，等一下，那我问一下，那20%失败会怎样？两成失败就是你的新的肾脏没有功能，
对对啊，就是 又回到原点，所以 他也不会走向。不会死掉吗？不会啊，哎，不会。对啊，因为它只是新的肾脏没有功能而已啊。哦，那就所以你当然要选那个、啊。那我会这么讲，我就去我继续洗肾，然后去排 waiting list， 看有没有被通。蛮多人是这样的。对啊，就这样就可以了。就是革命是不成功，因为他肾移植，他刚才有说嘛，也不是把原先的肾摘掉，他只是在种一颗新肾，只是种的那个新肾没有成功，就像我在家里种花一样，家里原先有花，那个新种那一颗没种，就把它拿出去丢掉就好了。所以你那个问题就很简单、啊，但就简单多了，你就没什么好，没什么，就是有就赶快移植嘛，理论上是这样，因为那个几率已经很低了嘛。那我就那如果是这样，我一知道我要洗肾，肾有问题，我就赶快去排那个移植这件事情。基本上因为十年后你水多喝了，我们不要去面临到这一没有啦，就是现在赶快喝。有，我是说你还喝咖啡？哎、欸，可是我听说喝咖啡也可以，没有，还是要喝水，还是要多喝水。定量。那有没有什么习惯我们平常要养成？我其实保护肾脏的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多喝水。OK， 多喝开水，然后不要熬夜。嗯，其实熬夜也是伤。会慢性的伤肾、欸、我已经想不是只有伤肝、欸、这一期标题叫做多喝水不然来听这一集、都可以就是不熬夜很好我不是只有伤肝也伤肾我今天才知道对熬夜会伤肾、那其实糖我们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得糖尿病但是你的血中的糖分过高其实对肾脏也是一种负担对好那我们刚才问到的是那我问一下就是说移植完之后医师可不可以讲就捐赠者跟受赠者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他们生活尤其是捐赠者我现在少掉一颗肾嘛对不对、对啊我也很想问这个、那对他来讲有什么影响对好捐赠者捐了一颗肾之后呢基本上我们在捐之前就会确定这个捐赠者的肾功能是正常的、如果他捐了一颗肾变成他自己要洗肾、这样的手术就做不下去了哦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是移植前要先确保 donor 是健康的、概念上来讲他少掉一颗肾他也是可以活得好好的对他的肾功能理论上好像会少掉一半那但是呢另外一颗少掉一半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不是、就两颗肾啊那、就少掉一半、啊、少掉一半的肾功能是比如说有 100% 的肾功能才变 50% 是什么意思理论上可能会瞬间剩下 50% 但是呢另外一颗会代偿另外一颗会哦，他会把它 就扛起来了对他会 把你的那些排毒的功能就兄弟说好弟弟你去帮别人可是他说利他共赢比如说好了 我不懂少掉 50% 意思是我一天如果要 排尿 1000cc 我只能排 500cc 是这样吗会变少一点但是会慢慢恢复就是他会训练自己肾脏去承担这样大概要训练多久我才可以尿到原来的尿你刚才说多尿多好我现在尿变少我会担心啊捐完之后我们也是鼓励 donor、就是捐赠者要多喝水那训练他训练对还是要养成喝水多久之后可以训练完成呢另外 其实另外一个很快就会慢慢代偿过来对但是如果你实际去测他肾功能可能会只剩下原本的三分之二你说尿尿只剩原先三分之二就这个差别而已还有其他差别吗其实最精准算肾功能我们是会测24小时的那个 CCR 啦对、就是扩清率这样子对那这个就是要由医生开检查单然后收集24小时的小便来验除了尿尿变少生活有其他的地方会受到障碍吗 你是想问性功能有影响吗不会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不是我帮听友问我是怕有一天我可能会吗因为大家讲肾功能跟性功能都会 经常对会有影响吗捐赠者是没差受赠者的话性功能会改善受赠者当然他变好对、捐赠者没差所以听众朋友你就要利他共赢了你把一颗捐给别人说兄弟你去帮别人我这一颗慢慢训练回来、但是他可能会回到比如80-90%的状况了大概对但是、一定不会回到100%、所以只有尿尿差别而已还有性功能没有差别那还有什么其他差别呢其他部分的话、其实还是回到最根本就是要多喝水跟不要熬夜所以身体不会平常我可能就不好抵抗力变低啊或者是什么都不会捐赠者他本身就是年轻的人所以他不太会有感觉老的时候就知道了对但是你当你进入到50-60岁之后你就会发现比较容易疲劳对你的疲劳可能会比较快
那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就是养生的原则。嗯，那多运动 他会捐赠，这个就是利益取舍嘛，因为他一定是活体捐赠，是捐赠给亲友，所以其实他自己稍微影响一点点，可是他的亲友，他最爱的人，因此而获得了重生，嗯，叫做利他共赢，有没有？嗯，那根据统计呢，如果捐完肾之后，捐赠者得到捐赠者变成要洗肾的机会大概是1%啊，就会提高吗？会有1%要洗肾，因为他肾功能，有可能他捐完之后，在未来有可能自己也会要洗，但是几率是1%啊。可是为了最爱的人，他还是愿意啊。因为活体捐赠刚才讲了，五等亲，那一定是你自己最至亲的人。那你真的不希望他每个礼拜都是3天在那边洗肾，所以洗肾其实这个东西虽然还是有点风险了，但是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突破。哎，我刚才想问了，像台大医院开有1500多例这种捐赠，这个是几年的统计资料？这个应该有30年了，三十年，因为有人捐赠才有。对啊，对，这个几率很低，所以其实这个手术已经是很成熟的手术了。对对，然后当然也要跟大家讲好消息，就是以后呢，我们新竹这个台大的新竹医院这边呢，新竹台大分院这边其实也有在进行这样的手术。对，他从2020年12月底开始，请问一下，在新竹台大医院这边有几例成功就是肾移植呢？我们是取得卫福部的核准啊，在2020年开始执行肾脏移植手术。那目前到今年5月，已经有做10例成功了。嗯，对，10例。你可以讲一个例子吗？你看到那个成功的，对，病人大概是一些病人移植完都很高兴，因为他如获重生，他不用再洗肾，那每天也看到自己小便很多。很高兴，有啦，我有去 Google 搜寻、那個、小便很多就很高兴，今天的金句。对啊，你看到那个病人那个拍照，因为有新闻稿嘛，网络上都有，都可以找到、嗯、所以今天这很开心哦，让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又多增加对一个尤其是移植手术肾脏的知识跟这个肾移植手术的了解。最后请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人其实不晓得哦，原来台大医院在新竹有3个点呢，在新竹台大分院有3个点，然后有可以让方便民众去就诊。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3个院区好了。好，那我们新竹地区呢有3间台大医院，那后来合并成一间叫做台湾大学附设医院新竹台大分院，那有3个院区，第一个院区就是生医院区，就在竹北高铁站的这边隔壁对面。 对, 對，那另外一个院区在新竹市，就是新竹医院、嗯、原本的属立医院改制，在金国路那一带。 对, 對，在金国路、嗯、那第三间就是在竹东、嗯、在竹东的台大医院。嗯，对。好，医师，你平常 你的门诊是在新竹这边吗？对，我主要都是在新竹市的那一个新竹台大。好，大家如果说对外科或者小儿科有需求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去参考啦，那门诊时刻表网络上都搜寻得到。林浩玉林医生。对，林医师真的很有爱哦，林医师花莲人，然后、哦、花莲人哦、啊、好远哦，然后到云林分院服务。孟母三千的感觉。我跟你讲，我对于在偏乡服务的医师我都觉得非常的尊敬、哦、很有爱。那我现在就发现几位台大医师都真的很有爱、嗯、那如果大家如果有需要，我们希望你没事不要进医院，但是先多喝水。对，多喝水，不然就听这一集。看到尿尿多一点，越多越好。对，医师听看到了那个病患开始解尿，他会很开心。很开心，医生看到你尿尿为你开心。对，天哪，这辈子有谁可以看到我的尿尿为我开心？就只有医生而已。对啊，今天我们得到很多的知识、嗯、然后也把这个这么深奥的这个肾移植，然后就用这么浅显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对，那期待大家都不要动到这一段，但是一旦你需要这一块的时候呢，这边的知识可以供大家参考。好不 好，感谢医生，爱你哦。今天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东南西北指方向，找故事，正人生，指北针，与你一起美好你我的人生。我们下一集见，拜拜，拜拜。想与故事超人分享你的心情吗？来信请寄到新竹县竹北市高铁东二路6号5楼，指北针故事超人收。我们将在节目中找时间回复您的信件。详细的地址资讯，请参考节目资讯页。